尊敬的习近平主席，尊敬的各位来宾，下午好。很高兴能过来的美丽的乌镇参加第世界互联网大会，再次向所有出席会议的来宾表达我衷心的问候。1969年，在美国第一台自算地点罗京一次船送到另一台自算自起，互联网的奖励已经有46年历史了。不到50年的时间内，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开辟了一条独一无二的道路，并取得了较大的技术发展。昨天我会见了阿里巴巴集团的创始人马云先生，我认为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。他给我介绍了集团情况和 IT 领域发展趋势，包括信息技术 IT 像数据术 DT 的转换，关于 EWTO 德国相等等等，这些让我很震撼。